尽量能够就是一定就是尽早对我下手了，能不想出来高级玩家刚刚一下子就看完了。哈喽猫眼的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王俊凯。三个词啊，一个江湖气的人，自来熟的人，非常仗义。张某宪这个角色就是特别爱给人的角色，你觉得你自己怎么想？跟好朋友在一块玩还是挺像的。你最喜欢或者最欣赏张某宪身上的哪个特质？我最欣赏的就是他那股不服输的劲儿，然后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天不怕地不怕的，就是我认定的事情我就一定要去做到。现场演员基本都是跟你一样的，就像你喜爱的，就在现场有没有发生什么特别好玩的事情？好玩的事情其实就是大家在私底下有去。去学学导演，模仿模仿。在这些演员身上有没有学习或者借鉴到的？都是非常认真的，也是非常负责任的。他们也是对待他们塑造的角色，也非常信任。目前也演过很多角色，有没有那种特别想挑战的角色？挑战的角色当然是下一个角色。看了前面的预告，我们心里各种被打。嗯。看到你被打，哈哈哈哈。然后这次又有什么想说的？你别看张宝庆现在老北大，其实他是一个 carry 全场的人，他是一个真正的高级玩家。因为你很怕虫子嘛，这部戏就是在一些大自然的环境下拍的，有没有什么遇到昆虫啊，或者遇到过的话，你的反应？基本上遇不到虫，太冷了，虫都要冬眠去的，虫都不想出来。对于粉丝把你在这部戏各种表情节目表情包，你怎么看？就该解解呗。就大家都说突然发现你有拍喜剧的天分，你怎么说？我觉得还是蛮有天分。生活对我下手了，谢谢叔叔。我还说谢谢叔叔，我都是叔叔了，我都是叔叔了。他叫我叔叔，他叫我叔叔，我都是叔叔了，我都是叔叔了。电视剧也有的，就是综艺节目也正在播，然后就是对唱歌方面有没有什么发歌的机会？尽量能够就是一定就是尽早能发出来，就肯定会发出来。生日愿望就是发歌。那拍完中餐厅会不会就说手痒，想要去吃饭？就拍完之后就完全不手痒了。最近海贼王还有追吗？我想先存一会儿，我存了大概有两年吧，刚刚一下子就看完了，就再存呗。就是老学的说话。对对对。啊？就这一句话嘛，就。